然后那个，左下腿的内侧啊，左下腿的内侧，有一粒粒的颗粒啊，我就看到农田里边一行一行的麦子，一行一行稻子啊，现在都被转基因粮食吞噬了啊，现在都是转基因粮食啊，现在叶粒啊，飞碟啊。 飞碟，低空飞行就像那个我们小小的像无人机一样的啊，把飞过去的时候，地里就播种了那个，种非转基因的麦子，啊，非起源转基因的稻子啊，飞过去就覆盖掉了那个转基因的啊，然后一细溜啊，也长出来也不是所有的都是啊。 它就一细溜，就比如这么宽的啊，咱们都播种了，它就只有一细条，哎，反正人家，种了一棵，慢慢就能传播开，啊，把非转基因的粮食传播开，啊，非转基因的粮食传播开，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非转基因的粮食传播开，原来是在高空随意撒的，现在是有目标的。 撒向农田里已经种的东西的那个间隙里边啊，希望能够改观过来啊，改观过来。但是光这个也不行了，要惩罚那些搞转基因的啊。接下来就是要做的事情啊。接下来我看到那个比尔盖茨，眼睛掉下来了，耳朵掉下来了，戴着眼镜掉下来了，也就成了一个骷髅了啊。 是这个样子啊，我看到这一幕，啊，好，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。